大家好，欢迎的再次回到来基督恩典中心来到聚会。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到敬拜他，一同的来到聆听神的话语，还有我们能够彼此的团契。2019年呢，已经来到最后的四个月了。我们盼望神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扩展我们的境界，让我们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祝福。在9月至12月呢，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到专注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们每个人要刻意性的为耶稣赢取一个灵魂。第二，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个人祷告祭坛。第三，我们要一同的建立我们教会的祷告祭坛。身为基督恩典中心的一份子，让我们的烈火继续的焚烧，一同的来到建立神的国。接下来10月和11月，教会将会举办新信徒课程，开心来学习。开心来学习共有4天的课程，包括了9门课。我们盼望透过开心来学习，让新信徒更认识神和真理，更明白自己得救的基础，也更加的认识教会内的生活。如果你是新信徒、慕道友，或是在12月要接受洗礼的，这个课程是为你而设计的，所以你要赶快的报名。3会后，你可以去到教会外的小书摊来到报名。更多的资料，你也可以索取一份的报名表格来到参考。要了解教会更多的活动，你可以索取一份9月份的月刊。你也可以关注教会的社交媒体和网站，与我们连接，同时跟进我们教会最新的动态。谢谢大家。